你知道传统液压成型机和全电动成型机之间的区别吗？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来自苏州经纬中控技术有限公司的董工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欢迎董工。你好小杨。你好董工，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的。我身后的机器是一台 JWZ1B50D， 一台双工位的机器。我们这台机器的话，采用了是电动荧幕电动台灯。那它的优势在哪里呢？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噪声方面，它比传统的液压机降低的噪声大概在20分贝到30分贝。另外一个就是维护方面，维护的话它是采用的就自封式润滑系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定位精度高，这个我们采用的是23位的高精度编码器。目前的话，我们的机器还有一个优势，我们就是可以最大的根据客户的实际产品做一些定制化的，包括像电动泥膜电动台德，包括像电动吹针。谢谢。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机器的开裂情况。想了解更多信息，点击订阅视频，我们下期再见。